好，欢迎台南月光顶吉祥物台南十六哥。台南市政府含着台南农改场大力推出的台南米品牌台南月光米，也就是台南十六号啊。按去年推出到今年，已经伫个市面上拍出了知名度，也有袂歹的成绩。台南市政府八月二十七号就伫个永华市政中心颁发今年参加台南月光米比赛得奖的农民含着农会。来，请各位贵宾先看中间。农业局长徐汉清讲，在地人更加爱支持咱在地人所种的台南米，而且食台南月光米嘛，唔免去到日本，对着农民、消费者含着国家拢有好处哦。阮进前哈，我们把月光米销到台北，我们上个礼拜又把台南月光米进驻到这个义毛屋啊、各位都知道义毛屋是高品质的一个店啊、所以是高端客户。台南月光米应该白粥会并驾齐驱哦，这个真的是感到非常荣耀啊！哦啊，所以咱有一个成就感。我嘛希望讲，咱所有的大家，吼、哦，咱所有的这个民众，大家，咱共同来支持台南月光米，安尼，咱台南的农业啦，吼、哦，就会大大的这一个。产值啊会大大的增加，农民收入会更好。今年的颁奖典礼，议长罗美惠、副市长张少元也拢到场来给农民恭喜和鼓励。台南十六号的台南月光米，是由着咱台南改良场咱的研究员啊，加来研究出来，由着咱的农民伫栽培技术上嘛真用心啊，予咱食得会安心、好食的这个米。哦，希望咱大家共同来支持哈、哦。啊，祝今天恭喜今天得奖的几家六家，好、哦，希望明年哈、哦、再接再厉，生产更多好的米，好、哦、让来打开我们农业的经济。今年的台南好米王是由着后壁区的农民张博友来得到，六家农会嘛提下得奖状，大家小姐从台南十六号啊杀到头前，和消费者吃着好米。来，台南月光米赞，台南好米赞，各位。